通通不要等一下，你们现在就去，因为你们小朋友还没有下来。在路上啊，你们的孩子都在路上了。在路上了。在赶路了。你看好远了，从二楼走到这里，他们要走好远的路啊。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呢，我们等一下，爸爸妈妈看到我们孩子们，不管是念一首歌，他只念一个字，会念两个词，甚至于呢，他什么都不念。他今天能够站在前面，是不是就不一样了？是不是就长大了？所以都要给他鼓励鼓励，然后针对他今天好的表现哦，也请爸爸妈妈写在这一块我们特别为你保留的盒子里面，给孩子鼓励，然后我们就会挂在我们的过年气氛的银柳上面，让我们的孩子哦常常过去就可以看到爸爸妈妈说的话。虽然他们认识字，老师会读给他听。孩子就有不一样的感受，像我昨天带我们悠悠班啊，念那个包饺子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呢，我们智慧老师教一个动作，我教一个动作。后来等到那个智慧老师带他们在念的时候，第一句怎么念？饺子包饺子。那我就教他们动作，饺子包饺子，实在好吃呢。然后结果呢，念完了以后，智慧老师带他们复习，那李冠又说：“你不要做，你不要做，这不是你做的，是主任做的。”他马上就给我贴了一个标签。那智慧老师说：“那我也要跟你比赛，我要看看是我棒呢，还是你棒啊？”所以这么小的小小孩就是这么可爱，每天都有一堆让我们说不完的故事，也有一堆让我们要去欣赏的事情，也有一堆让我们苦恼的事。比如说，他们等一下站到这边。我的心里就在想，可能翁之安一看到妈妈就会妈妈就开始哭了哦。但是我觉得这是每一个孩子跟你打招呼的方式，我们就去接受他。哭哭没有什么不好，像少伦有一阵子莫名其妙不知道什么哈，天天哭，妈妈很苦恼。妈妈为了这件事哦，请了半年的休假在家里育儿，结果还是来健身了。谢谢妈妈对我们的相信，我们不断的对话，不断的找方法，结果这个宝宝现在越来越好，而且发展越来越完整，不管说话，不管对应，不管自己的表达，而且他非常的有个性。所以呢，在这样的角度上，都是我们生的心肝宝贝嘛，我们当然要接受他。所以这么小的年龄层呢，无外乎就是要爱他，要注意他的卫生，要注意他的健康，更要注意到他跟人的互动，有那一份的相信，然后孩子就会成长得更好。那原则上呢，今天的主持人哦，是我们的智慧老师跟我们的丁老师、沈老师、冯老师啊、哦，还有我们的许阿姨。但是呢，我们有那个托婴班的孩子呢，他不会走下楼嘛，所以等一下呢，我们还要一个一个的再抱下来，然后交给爸爸妈妈。然后我们现在会慢慢走一个个的路下来的孩子哦，已经到位了，我们请他们出来。好 ，OK。我看到他们每个人都告诉智慧老师，我准备好了。杨嘟嘟，要不要到前面来表演？杨嘟嘟，要不要来？要不要？年到了，爸爸就摘不掉了哈。我们的幼幼班呢，有大幼幼、小幼幼、中幼幼哦，所以也有不同的年龄层，也有不同的表现。可以了吗？还有三个没有下来，是宝贝班的吗？我问他们吗？我们问问现在好不长话哦。那我们的有则仪式对话越来越丰富。齐薇妈妈，你特别赶来了哈、哦，你们那个齐薇哦，现在笑容越来越多了。好、哦，谢谢你给我们的支持，因为齐薇有这几年的脾气，谢谢你。
之外。好，我们一起唱，我们清唱啊！台北气，我的一个三年，我一个三年，我的年华妹妹去拜年，一进门拜了碗，左手拉右手传。这么小小的年龄啊，能够说一句完整的话都不容易，我们还会念儿歌哦。那你们还有要表演的吗？有，他们最喜欢念的儿歌是什么？生年鼠来打，来一起。好吧，哎，我们今天能够站在这里啊，让大家拍。